我现在就来表演天手肘。好可怕！好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火球季的现场呢，充斥了非常多叛乱主义啊、分裂思想的旗帜或者口号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官媒来到这边，当然还是要来深入我们地方民情来导正视听。你今天来火球季觉得怎么样？有趣吗？有，很有趣啊。有趣的点是什么？下雨吧。好，明明就是一个凄风苦雨。很棒，但是我冲撞的时候把毛巾撞掉了。这是一个很容易搞丢东西的地方，果然不是一个不洁之地啊。第一届是在高雄的。对，在高雄。在我们韩总机的。对，在韩总机，就是现在执政的地方。那因为就是说，韩总机因为要征服宇宙，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管理就是高雄的事务，所以叛乱的音乐季没有办法。对对对，让叛乱音乐季只能跑到像桃园这种地方来办。今天有特别来看谁吗？闪灵、潘武生、灭火器。那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灭火器是今天主办火球季 的主要的主办的单位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感受到整个叛乱主义的这个氛围？有很多那种港独分子啊、台独分子超级多，上面也很多。会不会觉得很可怕？就是身边都是这样子。就是整个气氛都是啊，整个气氛都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鸡皮疙瘩起来。我看你们蛮多这个丝带，是这边的人发给你们的吗？对啊，是这边是充斥了叛乱主义的思想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就这样接受了吗？对。所以你也是一个叛乱主义分子吗？基本上我是，不是，我是间谍啊，我是间谍啊，对，我是间谍啊，我是，没有没有。对，我是头号叛乱分子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官媒就来导正各位的思想。那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中国人、中华民国人还是台湾人？我认为我是中国人，因为我是中国高雄新特别行政区的一份子。所以是我们韩总机的子民吗？没错，我是那个中国沦陷重灾区的子民。真的假的？内地，台湾内地。真的假的？中国内地。你是沦陷区来的吗？对。你确定？是。不要胡乱。你哪里像？好，那帮我们贴一下。中国人。台湾人。好，那你帮我贴一下好不好？我是中华民国人。我们中华好儿女，对不对？对 对。好，那你帮我那边贴一下。好，所以你也是个正统的、根正苗红的中华好儿女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好，那你帮我们贴一下。台湾人。好，那你帮我贴一下。我是台湾人，好，那你帮我们贴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这个就是等一下全部都会马赛克掉。那不用多说，一定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华正统中华民国人，是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整个中国像这个整块都是叫中华民国。好，那你帮我贴一下好不好？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台湾人，那你帮我贴一下好不好？台湾人。好，那你帮我贴一下好不好？对，一定是台湾人的。台湾人，你是有预料到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吗？为什么穿这个 T 恤来？没有，就想说这边应该很多台独分子，所以大家共鸣一下。台湾人，好，那可以帮我贴一下吗？我是台湾人。好，好，重叠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可以少一票。我应该是中华民国人，因为中华民国的疆土是涵盖在内地，对，但是。我是台湾人，我要选台湾人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的人哦。好，那来贴一下。好，从刚刚的访谈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哦，火球季呢，其实就是借由这个音乐界的外壳来包装哦，偷渡了非常多分裂主义的思想哦，所以渲染了很多人，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是台湾人哦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很窝心的发现，哎，其实最后的统计上来说，哎，台湾人有12票，啊，中华民国人有2票。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则有16票，所以认为自己是我们大中华民国秋海棠的子民、龙的传人的人，还是占大多数哦。这是我们官媒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。非常好，我们今天官媒出巡来到火球界现场，是成果非常丰硕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在最后统计结果发现呢，所有的观众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。对，没错，大家都是华夏子民哦，龙的传人这样子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是风行草偃哦，教导有方，立竿见影，百年树人啊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官媒那边身为一个那个幸福企业，我们就来请大家辛苦的工作同仁一起来喝一杯，干杯，干杯，耶！
们现在捕获到的是我们欢乐无法挡的其中一个欢乐执行书记。嗨，我是洪志。那你刚好去参观这边那个艺人食堂吗？里面有三色豆吗？目前没有发现到三色豆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会直接把它整盘的搬桌。对，我会直接搬桌。目前没有，没有，三色豆还没有入侵，但是有没有香菜我不确定。等一下你们可以直接突击那边的艺人食堂。完全没有吧？那是毒品。毒品，你三色豆那么烂，三色豆也不敢吃，三色豆比较恶，好不好？哪有香菜比较有？哪有？你自己去问这。你这问频道那个到时候讨厌香菜的人比较多，还是讨厌三色豆的人比较多？在留言区。这有需要留言吗？可以表演一下舔手肘吗？可以啊，这是一个不轻易对外人展现的路。可是我们是官媒啊，可以展现给我们中华儿女看吗？好，所以我现在就来表演舔手肘。好可怕。